안 활짝듯이 진짜. 这边过去就是台湾海峡了哈，台湾海峡，啊，即摆伊个，这就是六轻的最北边啊，最北边哈，最北边的那个边缘哦，边缘啊，这就是那个海巡署四二大队哈，四二大队哈，这海巡署的哈，海巡署四二大队哈，啊这。现在即马开始咧涨潮的困难哦，开始咧涨潮啊，是咧下，应该是下潮还是涨潮哦？来看嘛，无啥。啊，即个内底吼有迄个人拢每工拢有人来一只，伫海底伫咧抓迄个蛤蟆吼，迄个蛤蟆拢对迄边遐出入吼，对迄边过，有人落海底咧抓蛤蟆吼。啊，这个啊，这片都是拢啊，那下潮吼了，下潮了就是拢这片就是拢就是，较早伊个六轻的长期就是像安尼，拢这片就是迄落做海平吼，海平山坡。啊，即摆伊若涨潮起来吼，就是拢差不多一两人水安尼，一两人悬的水安尼。啊，这个那。即即马要开始咧抓，咱地方的一寡迄落迄渔民吼，拢会即中间就是农历的九月吼、十月，就要开始要搁抓迄个马菜啊，就是来即个所在，即个海边啊吃，吼，即就是拢咧抓马菜。马菜吃，即马即个年代搁有吼。还搁有嘿，还搁有马菜嘿。鳗苗吼，咱咧哎，鳗苗大，啊饲，人要掠去饲的吼，迄个鳗苗，就我像迄个一尾拢差不多一寸长迄款的鳗苗，啊，就是一只啊，一只，是这个海边啊，只咧用网啊落去，咧在涨潮起来啊，才较平起来啊，才掠长下咧，啊，一只。搁有较少无？加六轻迪加以后，迄个鳗苗的数量有较少无？鳗苗是全世界拢变少啊，唔来吃啦。这边吼，搭厂区吼，那伊个台塑的迄个六轻的厂区，敢若未了的尔，台西也无做过咧，台西拢也无做过。所以在海水够有输入量啊？在海水够有输入量？在海水有啊，看下哦，等下我再来做些较详细的说明。菜，这个就是。迄就是咧抓鳗苗的，呀，伊迄插的吼，插三角形的，啊，即摆海啊，种网啊吼，甲伊若海水来吼，啊，才拔起来，啊，拔起来，即摆涨潮，伊才较来带迄个流水，啊，才甲变起来，啊，即摆若佫若佫种足完的吼，啊，人才走安尼，变较袂变起来，人才走。啊！遮不阴死人，就是伫遮，就有不阴死人啊，就是去哦，走袂，唔通走，啊！就掠满载，唔通走吼，啊嘛是叫阴死啊！啊！这边隔壁，这边是彰化县吼，哦，伫遐咱今物看起乌迄个所在就是，就是迄个叫做出海口，迄浙江的出海口就是伫迄个乌迄个所在呀。哦，迄、那个平啊，迄个所在就是出海口，就是伫迄个芦水溪的出海口，就是伫遐出来安尼。啊，迄芦水溪若做大水吼、淹出来，啊，即种沙拢会走对遮入来安尼，走对即个所在入来。啊，入来啊，这边就哦，即较早拢抽甲足深的，你建厂的时嘛抽甲足深的，但是即摆已经又搁满起啊，又搁满拢搁足济啊。哦，即就是安尼。安尼，我倒转来吼，再搁甲恁做一个搁详细说明啦。即污染的问题吼，我再搁较加强一下吼。所以，这个差到足外口出，哦，足远的。哦，足远的，迄就是吼，足远的，迄就是吼，伊
八卦宫从迄个卤水溪就是卤水溪出来靠就是安尼出去啊，就是安出去啊。迄条就是啊，即摆咧，那讲偷渡的啊，还是讲啊走私的啊，还是讲迄种的咯，就是拢对流入来，对迄个卤水溪会出来流入来。海水水就是这只啊，海水哦，较早这个海水水本来要起伫迄个哦，迄个平台啊，迄个所在尔，啊，要起伫迄个所在，啊，拄好民国75年吧，75年，啊，说八七，嗯，是八七水灾，什么水灾啊？什么水灾哦？迄边南市，我因拢差不多拢淹去啊，拢叫刮，拢叫流去啊。迄阵我甲讲，我阿公袂使去伫迄个所在，爱去另外一个所在食。去这条就是一条布网吼，迄条海堤吼，探到迄边，叫做啊，未了港。探到未了港，我带恁对啊，未了港过来参观一下。你应该看袂着啦，看袂当入去，袂当入去，我嘛唔知啦。即摆咱对啊过来，咱对啊行，好啦，安尼好。